朋友，大家好。每日一字，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字是谦，国语注音轻烟谦，一声谦，谦一声谦，属十部，共三画。谦字的甲骨文做这样的写法，图形中间竖立的部分是个人字，是声音符号。图形下面的一横是个一字。就文字的形体结构，谦字六书归类是个标准的形声字。谦的含义是石柏，词性属于名词。而谦这个数目字，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。我们的先民在远古时期绘制的数目文字，除了一二三四五是采取奇化为数的方式之外，从六七八九十到百千万，都是利用语言声音跟某个文字的音相近假借而来的。谦这个数目字本来没有造出专门的字，由于在远古时期跟人字的声音相近，因此就假借人字当作石柏的谦字来使用，谦字就是这么产生的。至于甲骨文的谦字，实际上它是一千的合文，我们可以从甲骨文的两千、三千、四千等合文比较而知。谦字的经文跟小篆形体都没有什么变化。另外，谦字在实际的应用上，除了做名词、数目字使用之外，也可以引申有众多的意义。当作形容词用时，比如说苏东坡的《鹤子·游蚕室》诗说：“千人耕种，万人食。”谦字在这儿就是取众多的意思做形容词用。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